听说你把钱全部还上了，判了三年。我希望你出来的时候可以变回以前的谢子天。你越来越像我爸了，昨天他来看过我，说了跟你一样的话。就是说所有人都没有放弃你。你还没有见过小雪吧？我带了她的照片给你看看。你看她可爱吗？还有迪迪，她一直戴着你送给她的订婚戒指。子天，你好好想想吧，爱你的人一个都没少，反而多了一个。他们都盼着你好，盼着你变回原来的自己。我知道你恨我，我做过那么多伤害你的事情，现在遭到报应了，是我活该。不用再说那些安慰我的话，你必须要恨我。我没有恨你，我只记得一个曾经救过我命的人。这个人和我无话不谈，当我郁闷的时候，他会像哥哥一样开导我。他让我相信，当我面对困难的时候，留到最后和我并肩作战的就只有他。他现在只是走丢了，我希望可以找到他，告诉他这一切都过去了。同情敌人就是最大的愚蠢。向天，我不配做你的兄弟。这是你的真心话吗？没错。如果没有这道玻璃墙，我就冲进去揍你一顿。子天，你还要装坏人装到什么时候？就在你知道迪迪还活着，还在等你的时候，你心里那个穷凶极恶的谢子天已经死了，所以你就不要把他从坟墓里挖出来，做你的挡箭牌，好不好？怎么了？你想我们所有人都恨你、骂你，然后你心里就会好受，然后你就会觉得这样是赎罪了吗？别说了，有一个这么爱你的女人在等着你，还有你的孩子。子天，你想想，这三年不但是惩罚你，而且还是惩罚他们。他们做错什么了？为什么他们愿意等下去？就是因为他们还想见到从前的谢子天。今天是文氏和齐氏最后一战，如果文氏挺不过去，这次就完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到这个时候，我希望你在我身边，我会再来见你。保重。我下面说的话你听好了，齐大马惯用的伎俩就是拆东墙补西墙。他现在能动用大量的资金在股市来阻击你，齐氏集团必定在其他地方有漏洞。橡胶制造业？没错，齐大马为了打垮你已经舍本逐末了。其实他哪点都比不上你，只有一点你比不上他，就是你不够狠。子天，行了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只不过想让你知道，曾经和你并肩作战的那个人还没有武功尽失。加油。爸，你倒是说话呀。你让爸说什么？咱们娘俩两个星期没见面了，一见面第一句话你还是跟我纠缠这些事儿，切！我说的有错吗？你们成天这么斗来斗去有什么意思啊？哼，上一辈的恩怨你不懂，但是你要记住了，你是我闺女，你姓齐。就算我姓齐，他们姓文，那又怎么样？哎，你们老为了这么一个姓氏在那边斗来斗去，有意思吗？累不累啊？
看把我闺女给急的啊！行了行了，不吵架了啊！咱爷俩别一见面就是吵架，好不好？爸，我也不想你一回来我就跟你吵架。嗯，您老那么欺负阿玉，但您知道有多少人在帮他吗？不但他以前的好朋友来帮他，连他以前的敌人都来帮他了。你老说你以前跟多少多少人有什么过命的交情，在您危难的时候，这些人来帮过你吗？爸就从来没遇到过危难的时候。哎，把文件递给我。嗯，好。兄弟，闺女啊，中午别走了啊，就在这吃饭。对了，爸让厨子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那个方便面大杂烩，怎么样？爸。嗯。你为什么就不明白你做错了呢？老了的。齐总。啊。齐小姐说的没错啊，现在的确是有很多人在出手帮文向天。如果我们不尽快灭掉文氏，将来恐怕夜长梦多呀。文总果然没错，齐氏为了筹措资金，秘密关闭了大同、恒华两家橡胶工厂，这里就是他们的软肋，我们可以随时反攻。尽力了，只是没想到这次连英国人都出来帮他。哎，你说这话啥意思？啊？哦，全都去帮他，没人帮老子是不是？不是，齐总，我不是这意思，我，哎，齐总，等会儿，老子回去拿趟东西。好。923-83。齐总，滚蛋！你给我怎么滚出去啊？
魂牵丢了怎么样？丢了怎么样？不怕，老子不怕，不怕！妈，接你回家吧。阿月，小翠怎么了？这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说不定会有用。从你爸爸手里偷回来的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这次是我爸做的太过分了，所以我就想，如果你们知道他下一步想要做什么，就不会被他欺负了。七叔，七叔，这件事不怪小穗，他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七叔，其实我和您一样，都不愿意看见小穗被卷进这场斗争，但最后却是您和我一同把他推进了这个漩涡。今天这件事已经让我清醒了。小穗是您的女儿，也是我最爱的人。如果我们两个再这样斗下去，她该怎么办？你以为今天她帮了我，心里就会高兴吗？恰恰相反，她把文件给我的时候，她一直在哭。刚才一路上，我想了很多。如果我们俩再斗下去，无论谁胜谁败，
最后受伤的不是您，不是我，而是小穗。小穗本来该像他的同龄人一样去玩，去工作，去享受生活。但您看他现在在干什么？他夹在文氏和齐氏中间，每天都担惊受怕。齐叔，大同和恒华两家橡胶厂对您对我都很重要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文氏不会对大同和恒华下手。我希望以此来证明我的诚意。齐叔，这场斗争是因为我们两个人而起，而能够救小穗的就只有您和我。我这次来是希望您能相信，文氏是没有敌意的。季叔，我爱您的女儿，所以我不希望把您当成对手。我要说的都说完了，请您考虑。闺女跟我道歉，我现在心里不难受了。哎呦呦，行了行了啊，不哭了啊，好。其实今天偷东西的时候，心里可疼了，都是一路哭过去的，根本我没有想过要害你，我真的只是想去帮帮阿玉。知道，爸知道啊。混小子说的话呀，爸不是没想过，爸也知道我闺女夹在中间心里边不好受，嘿，可是爸心里边就憋不过这劲儿来。我闺女凭啥帮她姓文的，她不帮着她爸呀？爸，我今天琢磨了一天，是不是我闺女不要我了？我怎么会不要你呢？我都答应过妈妈了，我一定会照顾你一辈子的。是，没事，没事，闺女没事。爸平时不这样，今天心里不知道，不知道是怎么了。别离开爸啊！别离开爸！
跟老板娘去医院了。怎么了？老板娘最近一直说肚子疼，然后才四个月，肚子就特别大，跟吹了气似的。老板怀疑是长瘤子，然后就。嫂子，嫂子，嫂子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三个瘤子，三个孩子，三胞胎。哎呀，那是好事啊！你干嘛那么不高兴啊？好什么呀？三胞胎，那人怎么生啊？哎呀，那人活了，那人气命啊！好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那我哥呢？你哥已经疯了吧？嫂，好消息啊，一鸣惊人，叫我飞蛾扑食啊！哎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哎，那个东西对你不好，来来来，吃糖，吃糖。哥，你哥干嘛呢？我跟你说啊，他吧今天下午一直想写一副对联挂在门上，还表示他内心的喜悦，张扬一下。但他憋了一下午，就出来一副横批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什么呀？连中三元。哼，还说呢，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弄三个我怎么生啊？多难生啊！嫂子，你这么去想啊？等小朋友到时候出来了，你想三个一模一样的小不点儿，长那么可爱，就围着你奶声奶气的叫妈妈妈妈，多好玩啊！倒是挺好的，这仨都一模一样，跟刻月饼似的。哎，对了，有件事儿，那白姑娘的事儿啊，千万不能让你哥知道，记住了。为什么呀？还说呢，这半个月你哥看那电视剧看的都魔障了，他老觉得我跟那女主人公似的得流产，你知道吗？我洗个澡他都跟着我，给我烦的，我到哪他都跟着我，我告诉你，他不疯我都得疯，真的。妈妈，你放我出去，我要上厕所。从现在开始你就别出门，在里面好好待着，你要吃什么喝什么我端给你就是了嘛，别出门了，外面危险，要去厕所没问题，在里面我帮你清理，知道吧？哥，你干什么？没什么事啊，我说为了你嫂子安全起见，让她在屋子里面待着，别出来了，不要忘了现在是三个不是一个，比咱们熊猫还要宝贝。对了，妹，你最近没什么事是不是？没什么事的话帮帮忙，帮我看着你嫂子啊。神经病啊，谁帮你看啊？让开。你让开了，你把嫂子放出来，你快点把嫂子，陈大明，你给我把门打开。齐总还有一句话让我务必转告给您，请说。他本人表示他现在仍然十分讨厌你，请你帮我转告一下齐总，我想见他一面。现在看到小翠这么高兴，我自己也不快乐。我知道我离您心目中女婿的标准还差得很远，但是我会努力。齐叔，我希望您能让小翠嫁给我，我会一辈子守在她身边，对她好。好小子，真会玩啊！臭小子，
你别以为我这次放过你们文氏一马，你就得寸进尺。哼，下周开始谈判，先让老子看看你们文家的诚意。哈哈，哎，好小子！还真会玩啊！好，过来，当爷爷的干孙子，好不好？好。好小子，来，看爷爷给你玩一个。我跟爷爷玩这个是老手了。啊！哎，看多吧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时间他到现在不到，你说谈个婚事还搞成像谈判似的，多刺激！要不是看在小穗的面上，我都来都不来。妈，一会儿啊，您千万别带着情绪，我和小穗就拜托您了。就是啊，妈，我爸那脾气您还不了解吗？他就那样，你千万别跟他置气啊。我不跟他置气，犯不着。爸，七叔。啊，坐，都坐。小孙，过来，跟爸坐一块儿。过来呀、啊！哎，齐叔。咱们开始吧。啊，首先由我代表齐先生来宣布一下齐家对这次婚礼的一些要求。齐大马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要嫁闺女还不能提点要求了啊？我得为我闺女的前途着想，是不是？妈，咱们先听齐叔说说，一起商量。律师继续。齐文联姻的若干条款：一、总则。哎呀，跳过去，姥姥的，直接念细则。好。细则第一条：齐小姐与文先生的婚礼要依照中式婚礼举办。等等，这个我还得补充几句啊。新人结婚的时候，我要把广东最好的舞狮队给请来啊，主题曲就奏那个，那叫啥来着？姥姥的。对，步步高，哈哈哈，雄狮开路，新人入场，哈哈哈哈。不行，这样太低俗。向天的婚礼必须是西式的，这样高雅。我说你这个崇洋媚外的毛病一直没改呀、啊？啊，老子跟你说，咱们都是黄皮肤黑眼睛，那穿上唐装才气派呢。你瞧老子，啊！是不是没法谈下去了？妈，爸，爸，我就喜欢西式婚礼。哪个女孩不想穿上漂亮婚纱？再说了，你都已经毁掉我一个婚礼了，怎么着，你不得赔我一个？行，姥姥的，我闺女开口了，那就好。你别生气。那个。夏天，这个咱就不议了吧，啊，改天咱们再商量，怎么样？听您的。齐总，我可以继续吗？啊，接着接，接着。哎，以后我们再吵架就别受影响啊，接着念你的。好，细则第二条，花车先由齐家出发，然后绕城一圈，所需的车型由齐家决定。不行。啊？第三条。等等。齐家有决定的解释权。为什么齐家有解释权，我们文家没有解释权？
闺女，你先把门开开。不开，你们去谈判去吧，这婚我不结了。闺女，这马上就谈出眉目来了。眉目，你们都谈了快一个多月了，每次都是你们捣乱。马宇的妈妈都退了那么多步了，您就是不想让我嫁出去。不是闺女，你别哭啊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先结婚，结完婚以后我们再接着谈，怎么样？谈什么呀，你都不是真心的。闺女，爸是真心的，爸就是舍不得我闺女那么早就嫁出去。我嫁出去了又不是不回来看您了，有您那么玩的吗？啊，好好好好，爸是真心同意你们结婚，真心同意，真心的祝福，行不行？啊，闺女，闺女，你说话呀！闺女，你没事吧？你说话算数。啊。行，那请您喝酒去。哎呀，老子又上当了！嘿，小丫头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呦，你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那时候你躺在地上，然后我跑过去推你，醒过来你又昏了过去，但是周围一个人都没有。快吓死我！我只记得当初有个声音在叫我，我本来不想回头的，但他一直在叫我。然后我穿过一片光，接着眼前看到一个影子，虽然我看不清楚他是谁，但是我觉得他的声音很好听。是我是我。想想真的很有趣，如果当初我在别的地方遇到事故，也许一辈子都不会碰到你，也不会认识你哥你嫂子，不会认识小 Q 老 K 翠翠糖糖冬瓜脑袋，更不会有现在我们一起回忆第一次见面的场景。所以你真是一个魔法。知道我现在最大最奢侈的愿望是什么？说。就是我希望能够简简单单踏踏实实跟你过一辈子。这也是最简单的愿望。小翠，假如我是真的阿玉，我们的生活会不会更简单？大哥，我闺女就要嫁给你儿子了，又占我便宜。哼，这个喜酒啊，你得陪着我喝。告诉你，幸亏你躲到地底下去了，要不然非把你灌趴下不可。你怎么来了？行，今儿咱们哥仨都凑齐了。哎，凭啥你能来我就不能来啊？大哥，你能想到有人脸皮这么厚吗？都隔了这么多年了还过来跟你一块儿喝酒。大哥，听见了吧，这个白景天还是当年那个臭德行，骂人不带脏字儿，他我瞧不起你。彼此彼此。
爱点儿。当年有酒都是咱哥仨一块喝吗？亲家，你说吧。我们呢就是来通知大家的。都不要等了啊，新郎新娘啊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举行婚礼。有没有兴趣出山啊？我工资可是很高的。给，你要多少我给多少，干脆给你个董事长做好了。少来了，我还要陪小雪呢。是不是啊，小雪？入学期是什么时候？大概四个以后吧。想好叫什么了吗？想是想好了，猜猜看。死了，叫小玉。妈妈呢？看妈妈呢？妈妈来喽，走。哟，抱这么高啊！